相信大家对于刚刚的乐曲都不陌生，就是享誉国际的著名作曲大师喜多郎。这位缔造新时代音乐里程碑，创造出多首波动心弦乐曲，更是拿过多项国际盛世大奖的音乐大师。等了这么久，终于盼到他来了。距离上次登台已经是17年前，而这次大师选在今年6月30日登上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演奏，准备震撼港都。这回喜多郎会是用他的空灵音乐结合什么样的惊喜带给观众呢？想必广大的乐迷们都引颈期待，让我趁这个机会在大师访台前带着观众们先睹为快，一同踏上这段遨游在大师那辽阔心灵间的美妙旅程吧。认识喜多郎是在我年轻的时候，大概就是20岁上下，那时候第一次听到喜多郎的音乐惊为天人，因为他好像创造了一种新的风格，新的音乐的形式，然后他带领我们进入到一种很奇幻的一种旅程当中。所以我那时候哇，他的几个专辑，我们不只是艺术圈哈，包括我自己都会去买这个专辑，那个时候还是卡带的时代，对。然后哇，每次晚上尤其是工作完之后听他的音乐，喝一点茶，喝一点小酒，他有一种带领我们进入到一种一趟好像我们遥远的古老文明的旅程当中，然后他的音乐的旋律又非常的朗朗上口，对，不复杂也不非常的抽象。太古协会成立在2006年之后，日本太古财团邀请我去当他们全日本青少年比赛的评审，那喜多郎先生也是评审之一，所以我们就那个时候就开始认识。我们在看他表演的时候，好像真的就融入在他的全部的音乐里面。那平常他的生活，他是一个非常和蔼可亲、很亲切的人，啊，他也是非常努力的做每一件事情。这个是我觉得我的榜样，跟他学习的。其实我小时候就觉得常常听到喜多郎的音乐，因为他的音乐很容易这个就让你觉得很放松，然后也会让你觉得哎，你好像不在当下的时空的感觉，所以我们家里啊就经常会听到喜多郎的音乐，那爸爸妈妈都很喜欢他。可是我以前因为小时候的印象啊，没有那么常看到演出的画面的感觉，就是以听到音乐，然后知道说哦，这是喜多郎的，那他的音乐就有一种很氛围感，常常会觉得很辽阔，然后也会觉得很像在那种大自然的感觉。他还打这个日本太鼓，是一个很大的这样的日本太鼓，那个所要用的那个力量啊非常的大，因为你要让这整个鼓发出共鸣啊，然后很多的节奏变化、重音的变化等等，然后还有他的整个人的投入，这个是让我最感动的地方。因为我觉得音乐如果你不能从心内心而发出，然后从你的身体去产生整个共鸣的话，那些东西只会是表面的。可是我看他的演出都是他整个人很有感觉，你不管从看他的表情，看他的身体语言，哇，都会被他的那种整个人的这种散发出来的感觉而震撼而感动。Oh!
正则生于1953年日本岐阜县的一个农村家庭。尽管家庭生活并不富裕，父母还是咬着牙为喜多郎提供了教育的机会。毕业之后，喜多郎并没有马上投入音乐产业，而是先从事了各种劳动工作，包含在工厂工作、农地耕田等等。其中1970年也就是喜多郎高中时期，应受到 R&B 歌手 Otis Redding 的影响，自学了吉他以及各种键盘乐器。后来喜多郎加入了 Far East Family Band 乐团，并成为主要的键盘手以及作曲家。从没有受过正规音乐教育的喜多郎在先前的一次访问中说道，他原本是看不懂五线谱的，在早期创作出的乐曲都是像画画一样记录下来，画上有山有水有云，而喜多郎的曲调就这样凭着高高低低的天地元素神奇地完成了，因为只有他自己看得懂，其他人全都觉得是天书。后来为了要和交响乐队合作，才不得不学会五线谱，从那时候才开始慢慢一点一滴累积起来。感受到音乐魔力的喜多郎开始全心全意地投入音乐产业，不过父母却坚持反对喜多郎把音乐当作事业，想尽办法要安排他去日商公司上班，但喜多郎就是想为音乐奉献生命，所以毅然决然离家出走，开始了日间上班晚上创作的生活。他表示，在乐曲的旋律里有宽广无垠的想象，你可以去森林漫步，甚至到宇宙悠游，也对于自己没接触过课程的情况下就能作曲感到十分惊奇。当做完一首歌时，他也忍不住问，这首曲是谁做的。
1970年初期，加入世界疗效音乐 Far East Family 乐队后，喜多郎开始跟着乐队巡演，并在西方国家渐渐打开知名度。1985年，被美国格芬唱片签下，也发行了首张录音室专辑《Astro Voyage》。对于自己被誉为是新世纪音乐的先驱，喜多郎透露，当初推出这张专辑时，唱片公司原本将它命名为《心灵音乐》，但恰巧在1980年代出现了“雅痞”这个词，指的就是25到39岁之间，住在都会区，从事高所得工作，肯花大钱在服装、汽车、住宅上的一群人。他们喜欢健康饮食、冥想、瑜伽，希望能借此疗愈身心。而雅痞听的音乐就被称为是新世纪音乐，而喜多郎的音乐深受他们喜爱，也就被归类为新世纪音乐。当时喜多郎年纪也跟当时这群乐迷差不多，有种一起成长的感觉。诱人神鼓呢，也有非常多的跨界的合作的演出经验。那跨界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非常不简单。然后他要花费的心力，他所花费的时间跟磨合，需要更长的时间，更多的功夫。我觉得跨界有一个好处，就是它会激荡出很多的火花，不只是双方之间有互相给予的养分跟力量。我觉得这是跨界当中最美妙，它有很多的挑战，有很多的难题需要被克服。因为两个不同的领域在碰在一起的时候，难免会有一些矛盾，可是我觉得有时候矛盾化为统一的时候，它反而是一种更大的圆融，更大的一种无限，更大的火花，然后让互相之间有了更大的能量的注入。我觉得这是跨界最迷人的地方。他的音乐啊，就是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他除了跟宇宙啊，跟这个大自然结合之外，它也跟每一个国家的那种风情、意境不同融入。成功打开知名度的喜多郎，在1980年发行了专辑《So Close With》。这张专辑也是缔造喜多郎生涯最亮眼成绩之一。当时，喜多郎为 NHK《丝绸之路》制作了一系列配乐。他从东京搬到长野的山区，也开始摄影，用微距镜头拍小虫子，也用广角镜头拍浩瀚的山脉。相片的微观与宏观渐渐与他的音乐世界重叠，影像转换成了音乐，这也影响了他的创作。另外，透过从节目单位提供的大陆景观影像，又更加被感受到大自然归附神宫的旷世奇景与深厚的人文荟萃。他将这些感动全谱成一首首让人听了心旷神怡的作品。喜多郎也提到，丝绸之路的确是我人生中的高光时刻，因为我们无法去体会古人在开创这伟大的丝绸之路时曾经历多少的困难。当我们从各种纪录片电影中看到的时候，带给我们的是巨大的震撼，就像开启了另一个神秘的世界。而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二都大受欢迎，喜多郎也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字，更因此荣获第18届银河赏选奖的殊荣。
熟能详的就是他丝绸之路。音乐如果你不能从心内心而发出，然后从你的身体去产生整个共鸣的话，那些东西只会是表面的。可是我看他的演出都是他整个人很有感觉，你不管从看他的表情，看他的身体语言，哇，都会被他的那种整个人的这种散发出来的感觉而震撼而感动。为喜多郎赢得了巨大的成功，同时也为喜多郎获得许多的合作机会，包含《神雕侠侣》《天龙八部》《宋家皇朝》，其中为《宋家皇朝》制作的配乐，还赢得了台湾金马奖和香港金像奖。在2007年，张艺谋导演的大型音乐剧《印象西湖》当中，音乐就是由喜多郎谱写，也是喜多郎第一次与作曲家 Randy Miller 和歌手张靓颖合作，作品也获得了葛莱美奖提名。是一位优秀的音乐家，同时也是一位关心社会议题的公民。他透过自己的音乐作品传达了对环保和世界和平的关注，并积极参与相关活动，其中 Thinking of You 被献上音乐圣经 allmusic.com 成为有史以来最美丽的 CD 之一，并在2000年荣获葛莱美奖最佳新世纪专辑奖。喜多郎将葛莱美奖归功于他的哲学，他的音乐理念始终是提倡个人和全球和平精神发展为主轴。在看喜多郎的演出的时候，我觉得不只是一种音乐上的响应，它同时也是一种视觉上的一种响应。尤其是我看到喜多郎他本人在舞台上演出的时候，我看到他是用整个人的身心，不只是投入，而是融入到音乐当中。他把我们都可以融入到他的音乐里面，然后让我感觉到好像可以放松自己，以及能够对这个自己的未来好像蛮有充满的信心。喜多郎的作曲生涯已跨越半个世纪，从一开始没碰过任何乐器就能画出乐谱，到现在已是一个精通敲击乐器吉他、贝斯、键盘、笛子等多项乐器的音乐大师，而且做过的曲子不下上百首，并荣获葛莱美奖17次提名。这位传奇音乐大师在2007年来台北小巨蛋演出就曾造成轰动，而在多次巡回亚洲、欧洲、美国、南美洲等国家后，终于在暌违17年后再造访台湾。我刚刚光听这一系列音乐，就觉得满满感动，有机会亲临现场感受一定加倍震撼，而且在台湾仅此一场。就在6月30日
高雄流行音乐中心，到时候大师会带给观众怎样的音乐飨宴呢？听说还有接地气的惊喜哦，大家又怎么能错过如此难得的机会呢？能够目睹他在台湾的现场的演出，一定是非常感动。我相信在这个17年之间，全世界都有很大的变化。然后，喜多郎他自己有什么样的变化，我不知道，所以我自己也很期待能够在那个现场亲临他整个音乐的震撼，这些都是我很期待的事情。